看下这里哦，他说过是两个叠，懂了啦？而且斜率为二，求 a 怎么算？过是两个叠，行不行？老师，你斜率怎么算？哎，两个点求斜率，把 a 相减分之 y 相减，好不好？这叫 x， 这叫 y， 这叫 x， 这叫 y， 把 x 相减，把它减它，这样行不行？一减 a 减二行不行？把一减 a 减二，所以相减之后算起负一减 a 行不行？把 a 相减一减二，一减 a 减二，是那题负一减 a，y 相减三减 a。他说斜率算出来是几？二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 a 相减嘛，好，一减 a 减二，剩几？负一减 a，y 相减三减 a， 斜率算出来是几？二，把除的一块变什么？乘的，所以三减 a 等于几？把负一减 a 一块乘起二，乘上变起负二减二 a， 把减二 a 移过去加二 a， 剩几 a？加上一块减三，负二减三是几？负，所以说我们算出来 a 就是多少？负 ，OK。